隆东中心、巴沙和熟食中心，位于阿育尼二道，于1979年正式启用。35年来，这里的160多个巴沙和熟食摊位，丰富了区内居民的生活面貌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，这里也成了年长人士联谊聊天的生活气场。几十年的人事变迁，从熟食中心落成就营业至今的第一代摊主剩下大约10人。54岁的鸡饭摊主刘勤发是其中一人。就在14岁那年呢，父亲早逝，不能坚持去资助。妈妈就没办法去卖鱼了，推2、3轮车去卖鱼了，卖水果了这些咯。弟妹们还这么小，弟弟一个11岁，一个9岁，妹妹一个7岁，我真的是不敢去想象要这样做，就是 OK 了，没办法，我去做工了，半工半读了。那个时候，勤发早上在大城巷的果杂，也就是龟早摊当童工。之后得照料弟妹的午餐，晚上还得上夜校，日子很苦。过后做了3、4年了，就跟我母亲讲，要不然我们去找 MB 去找一个摊位来，我来做鬼长。1978年初，勤发顺利在这儿拿到了摊位。当时勤发的弟弟和母亲也在档口帮忙，靠着这盘小生意，一家五口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。我多想想当初啊，当十多岁他当打过多久，骑几多骑到几久，骑几多呢？四张呢？做了会打，做了是这样，好吧？再打，打不着。就生活，我说，因为老这个便宜，我不去我来来做啊，那。不难受啊，就我无好家用。你回归早的办理了嘞，街口绝对等你们会长，卖衣啊，卖书啊，一发材料啊。三代人的不离不弃，吃的是这里的食物，心里感受的是这个地方的人情味。在熟食中心刚落成时期，四周只有错落的干榜和沼泽地，谈不上发展。因为新嘛，这边没有居民的，没有什么居民，还没有建好的嘛，也是辛苦了2、3年的了，慢慢熬出来了，慢慢撑喽。直到80年代初，祖屋开始兴建，加上附近出现轻工业带来食客。熟食中心的生意才渐入佳境，只可惜好景不长。做到那时，因为碰到那个日本脑炎了，猪中病毒啊，这样政府就关掉那个金砖的宰猪场，人就不允许马来西亚的猪进口了吗？人那时就哇又遭到打击了啦，又休息了2、3个月，因为不懂要做什么了，自己也是没有目标了，要做什么好。庆幸的是，这段困难的日子不算太长。几个月后，勤发找到一条重新出发的路。刚好又碰见一个师傅来，他说要叫我做海南鸡饭。他从小他有做过很多了，有在南极做了，有在文化做了，也是从小做鸡饭做到他老的了。老师傅过去曾在这里卖过10几年的鸡饭，和勤发算是旧相识。知道勤发为人刻苦，做事认真，师傅才放心将全盘手艺倾囊相授。师傅交代我说，东西要全部在你用心去做，你做的东西顾客接受就是你的优点啊！如果你换一个人的东西，他们吃得出的。然而今时已不同往日，游泳池旁4层楼工厂已经搬走，加上临近还有4个同行竞争，如今勤发每天大约卖出10几只鸡，
比起八十年代一天三十几只的销售量差了许多。给他给他。哎，没有。这两年东西材料什么都贵，不过我还是卖一盘两块半啊，因为这边的地点是会比较偏僻啦，我们这边比较远啦，所以变成我们要一点吸引人家啦，就是价格方面要低一点。好的手艺不一定能发家致富，却往往是养家糊口、安身立命，甚至是栽培几代人的基础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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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母亲节，做大哥的，我叫我太太就准备了一些食物，叫弟弟妹妹这些全部来吃了。从小我做大的就一直这样在保持联络啊，连等到每个结婚了还是一样，妈妈会开心啊，从小带大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样嘛。家庭温馨让人感动，巴沙温情令人怀念。这个店到今年的五月月底完了，没有了，我应该不会再拿了。刚进入午餐时间，摊主已经应接不暇。这个全部是人家 order 的，打电话来 order 的。现在我不给人家的电话是原因是这样，打电话的人通常都是讲，哎，我打电话还要等这样久啊，变成我很怕。四十多年手艺，让他成为这里的招牌摊位之一。太太和外甥女主外，一人掌厨的黄和顺经常要忙到晚上九点多收档，手才能歇下来。你吃饱了吗？还没有，没有饭吃，不可以叫顾客等吗？也做完给他们吃先，每天都是刮痧午餐的。刮痧，刮痧是马来话斋戒的意思，摊主说的是自己经常没吃午餐，多年的体力消耗时不定时，让他早就萌生退役。无奈老顾客就是舍不得。顾客留我说说，你如果不做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这样便宜的东西吃，也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。然而年纪大了，加上几年前的那场意外，让黄和顺不得不想得更长远。七年前我一个小时过后，我就跟我爸爸一样了，那个是心脏阻塞180%，阻塞180%，一个小时后我没命了，我全部黑了啊！对面的医生救我，他叫我马上去那个 GS 等租金啊，没有那么贵的时候，可能我会剪断那个时间，而且又做少一两天，因为我们老了，不能这样拼了。不能这样拼了，看来是长期目标。65岁的黄和顺，每天还是一大早就来开档，当然没有人手也是事实。过去一天可以卖130公斤的鱼肉，如今已经减半了。因为啊，我做不来，越来的生意越好，我的老顾客越来越多，所以你做不来的东西你不淘汰啊，会误人家的时间。鱼肉少卖了，鸭肉也一样，潮州人爱吃的卤鸭翅和鸭腿都被淘汰了。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眼睛比较亮，容易剪那个毛，
现在年纪大了，去对面做一个眼镜来呀、啊，来戴呀、啊，啊，又慢了，手脚又慢，要一个小时半才可以剪到完，所以浪费那个时间很大，所以我不敢要。无论如何，但是鱼肉招牌已经很响亮，仿佛很少人比他更清楚正宗鱼汤和鱼粥的风味所在。那个鱼啊，最重要的原味新鲜，不新鲜的话，只要你的功夫怎样好都没有用，你放味精多也没有用，因为啊，不新鲜的鱼啊，你冷了会一个腥味，如果啊，新鲜的鱼你放冷来吃也没有味道的，也是相当好吃的。黄和顺说，这么多年来生意稳定，除了是老顾客捧场，更要感谢父亲当年在牙龙27巷摆路边摊时传下了手艺。我爸爸名字叫黄奇文，那个时候我爸爸叫我很严格，一错就被打，所以我们很怕，我很怕我父亲，所以才有学到这样好的那个手艺。像黄和顺这样的第一代摊主，在牙龙东巴沙已经很难找到了。尤其是在5月31日，摊位20年租约到期，老店主归还档口后，巴沙更显得寂静。鲜花摊主苏云，就因为业主归还店铺，结束了16年的生意。没有生意，做了亏本。以前一包花4块半，我们3根花卖2块 ，OK。现在一包花起到7块半，一支花卖9毛，还有加 GST 加车费，变成一支花起来赚2毛钱，包括我的工钱，包括租金，不能做了，真的是不能做。本来2年前我都不想做了，后来这些老朋友讲，哎呀，没事情做了，做了。巴沙摊主的相互关照最叫苏云怀念，依依不舍的心情，或许正是因为喜欢巴沙里头这一份简简单单的人情味。这些东西是我朋友给的，他们不要了就给我，我就是拿来这边，本来一卷是卖5块的，现在我1块钱卖，就是全部卖掉，这些就是杂杂的，很多人家不要就是拿来放这边，有的还写一张纸送给你，我也到底也不懂是谁给的。这个鸡蛋是一个朋友寄我卖，本来是我的对面档口，他现在做别的生意，不过时间，他就叫我帮他了。反正花是初一十五才卖的，帮老朋友做点生意也算是人情。事实上，归还摊位之前的苏云已经找到新的生意点子。这些包包我大概花了4个钟头，是用布屑来做的，然后这个也是，这个是用烟的裤来做的。那我就想一下，自己去设计一点东西，然后这些也是了。这个是我一个朋友从日本买回来，我就不逼他的配分。安迪，你这些布是去哪里拿的？安迪，以前我做衣服也是有，好像这些八对，就是以前我做门类装的时候就有，这些有的朋友给我的。有的是买的，好像这个呢，就是这个是真的废物利用。是打发时间也好，认真也罢，苏云确实很享受这份老而不衰的心情。他的顾客还建议他到网上和夜市卖包包。最近有一位小姐姓陈的，她是在市集会活动，那就问我要不要有意思去教他们呢、啊，还是那边有义卖会呀、啊？要不要去买？我说我可以考虑了。我们这把年纪这么大了，30多年前我们学的也是花了很多钱，那现在我并不是说求回报了，就是说我能学到了，能够传下去就蛮有意思的了。手艺的传承，除了是心血的延续，也能让一些人留下一辈子的甜蜜回忆。我小时候就住在这边附近嘛，那时常就跟一般朋友搭脚车去那边游泳，游泳完了之后就来这边，在蛋糕店门口看师傅们怎么做些蛋糕。
牙龙东中心、熟食中心几步之遥，有一家历史悠久的西果店。一大清早，老板娘就赶着出去。因为我们面包隔天都不能卖嘛，剩下的丢掉很浪费，所以偶尔收了就常常送去德加泰和关啊，一些慈顾院啊，一些老人院啊，把这些面包都送给去给他们吃。只要福利机构的代表没有准时出现，欧阳玉琴就会亲自出马把温情送给对方。他口中的举手之劳，一做已经十几年。回到店内，烘焙室已经香气四溢，一排排苹果丹麦酥即将送进烤箱。他们不加任何人工添加物，除了想迎合健康饮食的潮流，也是延续这家店铺坚持用传统手法生产的精神。传统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鸡蛋、白糖、然后面粉、牛油来制作那个蛋糕的底，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沿着用这个方法。在1977年创办的加顿是这个地区第一家西果店。当时日本百货商场将带有馅料的甜味小面包引进新加坡，加顿创办人也趁势将这股风潮推进祖屿区。以前的小面包、甜面包都比较简单化，就是豆沙啊、咖喱啊这些比较咖喱啊比较简单的东西。那么现在后来他们引进台湾式的那种造型面包的话，真的是形形色色，你想什么放就什么做，都可以都行。加顿也同时见证了本地蛋糕在制作和口味上的变迁，尤其是当年店铺门面上的一大特色，更让许多孩子们对店内的甜蜜和彩色世界充满好奇。当时那两片玻璃是透明的啊，小朋友就站在那个窗口那边看师傅怎么做蛋糕啊。等那个蛋糕出炉了，我们赶快就冲进去里面买新鲜刚出炉的蛋糕。那个时候是蛋糕店很少在新加坡啊，那是很难有机会吃到蛋糕了。他就让我们这边附近的居民啊，容易买到蛋糕吃了。过年过节也容易买到年糕、月饼之类的事，我们不用，当时就不用老远跑到去大坡那一带买。嫁进陈家二十几年，玉琴已经成为经验丰富的西果师傅。而今店内有多位老员工各司其职，老板娘于是退到厨房去用其他方式来贡献和投入。老板娘，你告诉我们你现在干嘛的？我在煮工人的午餐。老板娘，那一个星期会煮多少天呢？大概4-5天吧。尝了老板娘手艺超过20年，老员工薛雅燕不止吃出感情，连对老板娘的称呼都变得亲昵，直称老妈子。老妈子就是习惯了，把她当成是我们的一个妈妈这样，因为对每个人都很好，编织好这个大家庭。我们老面对会为老板会带人去吃一些大餐啊，去唱一下卡拉 OK 啊，像我的生日他会送我们束花。要想好一点嘛，还是灵机嘛，一直兜来兜去，不是灵机。那我们在建的时候，是可以给其中的一个人开。
他可以走来走去，走不见一个钟头哦。我们可以帮他卖东西了。可以帮我卖花，卖蛋。现在产地的这个蛋要收了，我们的蛋不要，这样怎么样？有光，会不会觉得哎呀难见面来？不会了，不会改变你新的来的，旧的去了，新的来的。他是这样讲，不是说我时常可以来的。哈哈，旧的去新的，啊，旧的去新的又来。不会，这样子说没光辉。谢谢啊，巴沙和熟食中心深深扎根在每个新加坡人的生活中，在变迁的环境里，人事改变了，但是摊主们对市井小民的付出却叫人怀念。